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，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，站起来就一定会成功，有没有？我完全不知道今天成绩到底怎么样，就是我内心是没有一个定罗的，我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是会过还不会过那种，因为你所有东西就是跟指考一样，要一个礼拜之后才会知道，你没有办法当下就知道，就是你开船，你开一开，你要是开错了，或是可能压到人或干嘛的，就是考官也不会说零分这样子，他就是一切都是要见真章。我讨厌感觉母羊座急性子，没有想要等一个礼拜，我 right now 就要知道，给我个一刀痛快好不好？那我就来告诉你，你在人员搜救的时候救生圈碰到船体，所以不及格。重考游艇哦，我们不检讨上一次。对，现在要决战游艇了，反正上一次没考过，我们就再重来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报第二次嘛，我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打垮的，好吗？但是我笔试有过啦，所以 OK， 我只要考路试就好。考完了，我觉得应该是会过，因为开得非常的顺，毕竟是在这边练船的嘛，日月潭就真的是失误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很多事情总是会有点失误嘛，失误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，站起来就一定会成功，有没有？我都还没有拿到证照，现在在那边讲这种大话，我们到时候其实还是没过 啊！等下礼拜就知道了，好吧？哇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毕竟现在大家莫名其妙给了我一个称号，叫做考证照达人，考证照达人，这个压力，我扛不住，扛不住！不要再叫我考证照了，我们会持续去考的，加油！